好啦，咁我哋講咧就係叫 alter table， 即係將個 table 裏邊嘅結構改咗去啦。好，上次嗰個嘅練習，咁啊，我唔成個寫翻啦 ，insert into 寫翻個表格名、會員資料，因為今次我入嘅 data 係 exactly 等於上邊本身我哋個結構嘅，所以直接寫 values 就得啦。留意文字加兩點。至於呢一題咧，都係 insert 啦 ，insert into 俾翻個名佢啦。但今次因為淨係得兩個欄位，唔係完全嘅，咁所以我哋就要寫翻會員編號，寫翻個欄位名、姓名落去啦。然之後都係一樣 values， 記住加 s， 然之後括弧寫翻啲 data 落去得啦。文字記住加兩點包住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咧就係一個叫做更改表格結構嘅語法，就係 alter table 表格改變個方式。改變方式有幾款嘅，譬如話 add 欄位一，欄位一嘅數據類型就係等於咧加一個欄位嘅，加多一個欄位落去啦。drop 欄位一，咁即係刪除一個欄位 ；change 原本欄位，新欄位一。新欄嘅欄位一嘅數據類型，即代表咧，我將個欄位個名稱改咗去，可能甚至乎將個數據類型都改咗。modify 欄位一，欄位一數據類型呢、這個就直接啲啦，就係將咧個欄位嘅數據類型更改，咁我指啦。alter 學生成績更改呢一個嘅表格。學生姓名 character 25 add 學生姓名 character 25，即係話喺呢一度增加一個叫做學生姓名，佢係文字嚟嘅，欄闊係25，加多行啦，即係變咗有三個欄啦。下一個啦 ，alter table 學生成績 drop 刪除咁解，即係將個成績刪咗佢。alter 學 table 學生成績 change 學生 sorry change 成績測驗 integer， 即係話咧，我將 change 嘅意思將呢個名字改做測驗，咁好啦，咁啊仍然 keep 住 integer 呢個屬性。最後啦 ，modify 由原先 modify character 15，意思就係將學生編號由9變成15。呢全部都會影響咗基本個結構嘅。嗱，咁翻去試下呢幾款嘅 exercise 啊。